不安居的也不能啥都是有这边的家庭嘛。这个都不去走了好了。我这个都不去当真去。喂准备一下吧。今天是仍然審議那個新界東北前期工程的撥款的申請啦。原本呢我們的示威物品呢是放在政府總部這裡是繼續示威的，但是呢在5月30日之後呢行政署呢就沒有通知之下呢就呢清走了我們的示威物品，是啦，就有其他朋友告訴我們呢行政署就即係扣留咗我哋啲嘢，我哋嚟到嘅時候咧已經見唔到我哋啲物品啦。咁咧喺過程之中咧，行政署係完全冇通知過我哋嘅。大家都記得我哋嘅物品其實一路以嚟都係擺喺政府總部係示威嘅，係啦，一路以嚟都冇事嘅。但係咧去到咁咧五月收售之後咧，佢貼咗張即係扣留咗我哋物品之後咧。就貼了張紙在這裡說可以6月6號之前呢去拿回我們的物品的，那呢我今天6月6號了，我們今天呢去向他拿回物品呢，那他說不好意思了，物品呢已經運了去呢舊政府總部，麻煩你自己去舊政府總部拿，那我們覺得我們就說不同意，因為一路以來都沒有通知過我們，你拿走了去舊政府總部沒有通知過我們，那所以呢我們覺得行政署不應該是為了自己方便呢而令到市民不便呢的大前提之下呢，我們要求在現場去申領的。那我們現在呢我們人數都差不多了，我們為了呢 不妨礙的集會呢，我們現在呢我們呢浩浩蕩蕩集合了，是啦，老人家呢我希望年輕朋友呢扶一扶老人家，是啦，我們走過去政府總部呢我們正式去申領我們的物品好不好？好好，那就叫幾號政府政府濫權，政府濫權，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政府濫權，政府濫權，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政府濫權，政府濫權，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政府濫權，政府濫權，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我哋而家正式申領翻我哋嘅物品，唔該行政署。盡快還回我們的物品，你們認同偷竊的行為，政府是無端偷東西的，政府是偷東西的，政府偷東西，政府做賊，政府濫權，政府濫權，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政府濫權，政府濫權，還我家園，還我家園。咁政府總行政署又冇一個負責人，行政署嘅負責人，我哋而家正式申領翻我哋物資，我哋正式申領翻我哋物資，你唔使為咁多電話，我哋唔會通知你嘅，因為我哋係想申領翻我哋物資嘅啫。我哋今日係喺立法會進行我哋嘅集會，就新界東北嘅服務。我希望行政署冇幫政府做一啲政治打壓嘅行為，大家你哋係都係公務員嚟嘅，係為市民服務嘅。請你哋唔好幫政府做一啲政治打壓嘅行為，好嘛？我哋而家正式申領翻我哋嘅示威物品，唔該，可唔可以盡快安排啊？唔該，可唔可以盡快安排啊？行政署有冇一個可以決定到人啊？譚生係咪可以回覆我哋而家去？我哋可以去求政府總部拎翻我哋物資，去拎翻申領翻我哋物資，你係咪而家可以安排啊，譚生？我先講咗十分鐘之後，我哋可以過到去噶啦，係咪可以安排得到啊？係咪可以係嘛？你出嚟答兩句啦，係嘛？俾市民同埋傳媒聽啦，公眾聽啦。喺心大印象啊！譚生，請問你咩職位啊？後生就話咧，嗱，佢終於咧見到咧
好多市民喺度啦，好多村民市民喺度咧，咁終於咧就咧肯還翻我哋啲物資俾我哋啦。佢而家講咧就話十五分鐘之後咧就約我哋喺下嚟北道咧嘅舊政府總部咧還翻我哋物資。咁咧我哋咧為咗我哋想完成我哋集會咧，我哋依家會過去拎嘅。咁你點樣安排你跟我哋去拎啊？好過嚟啦！好過嚟，車翻過嚟啦！因為咧，其實好唔合理嘅。我最合理啦。各位全部各位市民，其實好唔合理嘅，因為咧，我哋啲示威物反不嬲喺度示威緊，佢無啦啦清走我哋，而家竟然叫我哋去救政府總部拎咧，其實咧係冇理由嘅，因為咧喺成個五月份咧，我哋示威物都喺度示緊威嘅。你攞啲，我攞啲市民。冇理由，佢拎走嚟啲嘢，仲要叫我哋去山長水遠嘅地方咧去拎嘅。就算警方話俾我哋聽，就算我哋灣仔警署報失，都係灣仔警署攞翻我哋物品，警方都唔會叫我哋去落馬洲警署拎翻個物品㗎。咁所以行政署咧，其實係好冇理由嘅。行政署，行政署個高人嚟咧，完全正處的袁生是否可以答話為什麼不可以拎我們現在在這裡想申領回來物資，請你現在在這裡給回我們，你做不做得到？都想說給大家聽，就大家呢就將這些示威物品就棄置在我們的公益處。誰可以棄置啊？五月份都是在度示威緊嘅，係啦，請你清楚，係啦，我哋同嗰個團體就話，我哋成個五月份因為新界東北嘅問題，我哋在度示威緊嘅，係啦，我哋冇棄置到，而你喺冇通知我哋嘅情況之下，係扣留我哋物資，扣留我哋物資，警方偷嘢，冇解釋，冇通知，冇解釋，冇通知，警方偷嘢。我说
我哋俾五分鐘你咧，送翻過嚟，好嘛？我哋等你哋，等你哋，我哋等五分鐘。因為咧，其實咧，財委會咧已經開始緊噶啦，我哋想進行翻，想完成翻我哋嘅集會，我哋俾五分鐘時間，你好近啫，你聲稱好近啫，咁你有車噶，行政署又有錢啦，係嘛？咁咧五分鐘之後咧，唔該送翻嚟。但是我們現在那些即是我們之前的社會文物包括我們的那些 Red Screen 都是被這個政府沒收了的，你叫我們怎樣看情況？你是不是把那個電視機放在那裡給我們看啊？你是不是會放我們的立法會給我們看啊？我們咁咧，我哋對於行政署呢個行為咧，好明顯咧有政治嘅目的啦，係啦，咁咧，
但係咧，我哋咧為咗完成我哋今日集會咧，係啦，咁我哋咧而家咧，我哋就先放翻去立法會好嘛？咁我哋咧安排翻個集會，我哋咧盡量而家咧去揾翻等啲集可以直播嘅物資，係啦，進行翻個直播好嘛？係啦，咁我哋咧，我哋完成呢個集會之後咧，我會再翻嚟，我哋咪你拎翻我哋啲物資嘅，係嘛？係。我哋一定會拎翻物資。係。政府偷嘢。政府偷嘢。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政府偷嘢。政府偷嘢。還我家園。還我家園。我哋今晚完咗再嚟過好冇？好。好。咁我哋而家過翻去，完成我哋嘅直播，我哋偷嘢。完成翻我哋之前嘅安排。係啦，剛剛立方進行直播。好啦，黑氣啊！運救員，衝入去！走！係，呢度探埋去。我哋聽住衝入去，唔想搞嘢。我唔想客氣。好。好，呢度我哋衝入去。我入嚟睇直播啊！我入嚟睇直播，我入嚟睇直播，我入嚟睇直播。如果唔話嘅咧，我哋今晚咧就會衝入嚟咧攆翻啲物資啊！好嘛，好啦，而家咧過翻去先好唔好？係啦，揾個專人幫佢救一，可以推斷危險，咁快就佢哋。咁搞破壞，有破壞。要少時間啦，係啦，咁大家都知道行政署而家就政府總部扣留咗啲物資啦。咁咧但係投影器未嚟之前咧，我哋都可能會播聲嘅，播翻即係會議入邊嘅情況俾大家聽嘅，係啦。咁咧大家所以都盡量揾個位置，係啦。咁咧因為今日都年青人都多啊，咁我哋希望咧就係一個年青人咧可以同一個長者咧坐互相照即係揾個年青人咧照顧一下啲長者咁樣係啦，一對一當然最好啦咁樣係啦，咁就係啦，咁大家自己就自由配對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咧我哋咧有21个位咧，我諗23个 book 咗咧，21个位咧旁聘嘅，我哋預留咗21个位旁聘嘅。咁咧就首先我想問有冇聯鳳堂古洞聯鳳堂嘅朋友啊？係啦，咁我哋就想，因為古洞聯鳳堂朋友咧第一次嚟啊。咁我哋想咧有部分嘅旁聽嘅位咧就俾聯鳳堂嘅朋友嘅，係啦。咁阿輝喺邊啊？古洞阿輝喺邊啊？哦，咁唔喺度就固然啦，係啦。咁就旁聽嘅朋友咧，阿浩啊，係啦。咁咧就聯鳳堂嘅古洞聯鳳堂朋友咧，咁咧就而家去阿浩華嗰度報到，係啦。浩華報到，係啦。咁應該係十一二個左右嘅啫，聯鳳堂朋友係啦，咁就向浩華報到。咁咧就如果係都想有旁聽嘅朋友咧，都去浩華嗰度，去浩華嗰度報到係啦。咁我哋再安排係啦。咁我哋而家先安排就係入去旁聽先嘅係啦。咁旁聽嘅朋友想旁聽嘅朋友都去咗浩華嗰度報到先係啦。咁喺網上咧。清唔清楚？咁咧，今日嘅集會咧，其實係由3点咧至到9点嘅，3点至9点嘅。咁立政府咧就好想咧今日咧去通過呢個新界東北前期撥款。咁所以咧佢咧就加開會議。今日咧就開6个钟头會議嘅，係好辛苦嘅。大家辛苦，我唔係話議員辛苦，唔係話政府辛苦，係大家辛苦。點解啊？因為大家山長水遠，喺古洞喺粉嶺北嚟到啦。第一。第二嘅就係我哋今日第幾次嚟到立法會啊？
第四次係啦，我哋第四次嚟到，我哋之前嗰三次成功咁樣去阻延到立法會去表決呢個前期工程嘅撥款。我哋今日有冇信心都可以阻延到政府嘅撥款啊？有，係啦，我哋一定要團結，我哋一定堅持，希望透過我哋團結堅持，可以令到今次嘅撥款唔能夠成功咁樣申請。咁咧就係啦，我見到大家都仲未有位置，咁咧盡量揾個位置坐啦，係啦。咁咧食物同水咧，阿杜華哥咧就喺阿佳佳嗰邊，係啦。咁如果咧係有飲嘢嘅需要食物嘅朋友咧，乾糧朋友咧就可以過去啦，係啦。咁咧同埋咧都呼籲大家啦，就係咧大家。都 call 啲仔仔女女朋友六點之後咧過嚟立法會，因為今晚開到九點嘅。睇完書嗰度都話好多兩份。咁咧就六點之後咧 call 多啲朋友過嚟，係啦，我哋咧因為咧最大機會表決嘅時間咧就六點之後嘅，所以六點之後咧我哋要一定要好多好多嘅市民喺度，令到政府有壓力，令到建制派嘅議員有壓力，唔可以任意咁樣通過呢個前期工程撥款。咁我就唔阻大家啦，係啦，咁咧就而家聽入邊嘅會議情況，暫時聽先。我哋而家揾緊個投影器㗎。咁當然啦，有咗大地之後，我哋仲要進行地區層嘅諮詢啊，做好多各種各樣嗰啲叫影響影響 assessment 啦，咁嚟到確保咧，我哋覺得咧呢個地咧可以我哋做一個公屋嘅工程嘅。咁至於關於而家我哋建議呢個總工程師嘅職位咧，總建築師職位咧，咁文件裏邊我唔詳細講啦。頭先議員都留意到，由第九段開始咧，我哋詳細講翻咧，而家我哋有總建築師一至七號。各人咧都分別做啲咩嘢咧？其中一至三咧，其實做緊一啲工程，嗰啲即係有三隊人負責做啲工程咯。如果各位今日同意俾多一個我哋咧，呢個位呢位同事咧，佢就會係喺總建築師一至三之外加多一隊，等我哋做未來我哋要建築大量嘅公共屋邨嘅時候咧，可以多一隊人做。明白。咁但係冇答到佢係咪？他會不會浪費精力看那些這樣的雜針樓，因為你們那個文件已經寫了個新的，就不是做舊的，這個肯定是啦，又不是做 維修啊那些東西，是不是不是做重建的新的，那新的一定包括那些裝香那些的香爐位的，又有這個雜針樓的。如果我們議會給錢你去做這件事呢，就對那些居民不住的，是不是現在全部人講，梁志祥都講啊，佢係唔得嘅喎，特首，你請我食飯都冇用嘅喎，雞髀打落背脊落喎，如果應承得你，元朗人揼我嘅喎，嗱，如果你俾你攞錢喺度做啲咁嘅陰質事，係唔得嘅喎，嗱，我自己嗰條屋村咧，啟業村咧，就有大量好啊，夠鐘啊，梁志，改善佢先，夠鐘啊，好，下一位咧。又是在發問之前呢，我亦都想提一提，而家剛才有很多呢是即係算是推測性的一些內容呢，我哋希望呢如果冇實質的在文件裏面拎得到出嚟的呢，我哋希望呢就盡量呢就喺返個範圍裏面，避免呢官員答唔到你，你未必滿意，好唔好呀？下一位是張超雄議員，你已經發問完畢啦，俾下一位張超雄議員。是主席，這個幾個常設的職位呢，都是啲總工程師啊、建築師職位呢，就是為了應付公營房屋新的建屋量那個目標大幅增加而引起的工作量而設的。咁我睇返呢，即係根據房署自己的資料呢，一四一五年呢，公營房屋的建屋量14000，未來嗰幾年咧，即係都會平均咧，即係去到17-18咧，嗰個建屋量咧，每年大概16775，即係我計四年。我睇翻資料顯示咧，1995-1996至到2001-2002呢六年期間咧，我哋平均個建屋量咧係54000多個單位，去到2001年。